超市儿，这他妈学校怎么还有超市呢？哎呦我操你妈！二锅头，红星二锅头，老铁们，还有酒呢，46度。这边真是超市啊！这边真是超市，老铁们，炒土豆丝儿8元，家常豆腐8元，爆炒甘蓝8元。我怎么感觉好像没黄多长时间呢？还有雪碧呢？啊？还有雪碧呢，老铁们，看着没？我操！什么玩意儿啊？咦，我操！我操！我操你妈！有人吗？啊？有人吗？我操你妈！不对呀，兄弟们！停了，操，不对，老铁们，啥时候叫完？跳进去。那我不就成贼了吗，老铁们？那我不成贼了吗？对不对？找把椅子踩过去。不行不行，老铁们，如果里面真丢东西的话，我就废了。里面还有大米呢，老铁们，是不是？厨房种地啊，闲人免进。那我不就说成那个偷东西的了吗，老铁们？是不是？不能进啊！谁？有人吗？我听着了，听着了。这学校真他妈硬啊！这学校啊，有人吗？
二楼这啥也没有呢。哎呦我操，太冷了，这手都冻硬了。太鸡巴冷了。这屋是干啥的？这屋门还锁上了呢。不是厕所，一点味儿没有。老铁们，这里面是啥呀？家人们，这里面是啥玩意儿啊？啊？有人住，这他妈也锁上了，这也锁上了，感谢没人封寡的啊，谢谢。谁呀？哎呦我操！小黄帽！我操你妈！有人，有人啊！我操！我操！操你妈！谁？谁？有人吗？谁？有人吗？操你妈！有人吗？哪来的水呢？感谢80后。感谢铁。
呦，我操你妈！操你妈，煮的啥呀？操你妈，这里面煮的啥玩意儿啊？我操你妈塞！小雪莲姐，红色的，欢迎我小妹儿。欢迎我家贺小妹儿，来了个欢迎我妹妹。我操你妈谁？这是哪儿学校？啊，学校。这也没有人住啊！刚迷瞪的来看你，谢谢妹妹了。这也没人住啊！这里面煮的啥玩意儿啊？我操你妈！操你妈，跑哪去了？老铁们，还有没有比我更真实的家人们？铁子们，饿着没跑吧？是不是？可能没跑吧？欢迎火炮哥啊！没了，老铁们，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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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老铁们啊，这么大个活人，老铁们就没了啊！这么大个活人就没了，兄弟们，刚才搁那坐着了啊，没了，兄弟们！操你妈，外面还有敲门动静，谁呀？谁？进来这样的呀？有人吗？操你妈的！操你妈！还我一切损利！啊，感谢我游手大哥送来惊喜魔盒，谢谢我大哥。刚才明明在这坐着了，怎么能没了呢？是不是铁子们？欢迎我赫赫探险啊！欢迎我铁子，真他妈能耐了！我操你妈！我操你妈！我操你妈！跑哪去了？操你妈，跑哪去了，兄弟们？啊！怎么都没了呢，兄弟们？出来呀！感谢我悠悠大哥啊，送来六六。怎么都没了呢，兄弟们？哎呦我操！床底下也没有啊，床底下也没有啊。谁点的？老铁们。咦，我操啊！谁点的呀？操你妈！煤气罐小瓶子我知道，但是谁点的呢，老铁们？懵逼了！这雨伞给哪来的？雨伞给哪来的？
操你妈！我操！我操你妈！你爸的！这人应该是在这屋没的，老弟们。这人应该是在这屋没的，兄弟们。开了，100%在这屋没的。哦，老铁们，呦，我操！我操你妈！我操你妈！我操你妈！我操！小妹儿，老铁们，我再挑战一下别人不敢挑战的家人们。无论发生啥，老铁们，该游戏某个。无论发生啥，兄弟们，你们看到的全是幻觉。家人们，感谢我佳妮妹妹。幸福佳妮。谁？谁？进来呀。进来呀。
恐龙。进来呀。进来。我看着了，看着黄色的了，兄弟们，帽子，安全帽，这创头呢啊，兄弟们，撞脑袋呢。进来，来，插排亮了，哪个插排？哪个插排亮了？啊？哪个插排亮？这个插排吗，兄弟们？是这个插排不？我操你妈的！我操你妈！你们肯定是看错了，家人们，你们肯定是看错了。100%看错了，在哪呢？虚电，老铁们啊，虚电别怕啊！虚电，老铁们别怕啊！啊，你躺的时候是吗？千万别怕虚电啊！家人们，肯定是虚电。一点亮没有啊！看着没？这里面煮的啥？看着没，兄弟们？这里面煮的啥？100%是虚电，老铁们啊！来，再看看来。哎，我操你！哎，我。这他妈是我的脚印儿啊，老铁们！操你妈的！老铁们，喝了没躲吧？啊？喝了没躲吧？就这么小的房间，老铁们，操你妈，又关门了！操你妈搜！老铁们搜！我操你妈搜！操你妈！这里面几个呀？啊？几个人这里面？我操你妈！
不对呀，这里边不止一个两个啊！你想笑是吧？你给我解释解释这个人咋没的？哦，你不用笑啊，你不用笑，我知道你想说啥，太鸡巴假了。哦，你告诉我，告诉我这个人咋没的？来，躲哪了？是不是？感谢啊，谁支持了？对你解释解释，感谢我微凉，谢我微凉姐。来，你不用笑铁了啊，我知道你笑的是啥啊，不看滚，别骂人，兄弟们。啊，我知道他笑的是啥，但是铁子，你告诉我这个人跑哪去了？如果他是人的话，兄弟们，啊，这个人跑哪去了？这么小的房间啊，有躲的空间吗，老铁们？有躲的空间吗，家人们？不对，啊，外面有动静，老铁们，啊，外面有动静，谁？满足老铁，满足直播间所有的老铁啊！只要他再出现啊，我肯定不动啊！老铁们啊，一镜到底，我让你们知道知道什么叫一镜到底啊！铁人们，来，家人们看好了，录屏啊，一镜到底啊！来，铁人们，在的扣个一，来，感谢我龙姐，还拿百川我姐啊！兄弟，虽然说你一分钱没跟我说，但是铁子，今天晚上喝着啊，就给你来个一镜到底啊！直播间所有的兄弟姐妹们啊，你们都看好了，如果认为你鹤立够真实，老铁们，你们帮你鹤立来个666就可以了啊！感谢我微凉姐，谢谢我姐的支持。老铁们，直播间现在是挺拉，但是我相信有一天我肯定会好起来的，家人们啊！今天晚上喝着绝对给你干狠的啊！来，先给你看一遍，这里面有东西没啊？看好没，老铁们？看好没？感谢支持啊！感谢龙姐。看好没，兄弟们？哎，我让你们看看什么叫一镜到底啊！我操你妈！来，家人们，牛逼，打个牛逼，来，牛逼，打个牛逼，或者是行的，来扣个行字，扣个一啊、哦，老铁们，来，来，还有不服的兄弟们，来提出来要求的，来，提出要求的，来扣个一，来，兄弟们，你们随便提出来要求啊、哦，看你个是不是那个，啊、哦，铁子们，摄像头始终没动啊、哦，咱们再检查一遍啊、哦，再检查一遍。老铁们，他是怎么没的？啊，所有的主播啊，所有的主播都包括在内啊，我相信他没人敢能做到我这一点。啊，来，你们提出要求，你们支持一下。来，铁子，你记住啊，我知道你们有很多的要求，来，你们支持一下。来，我要是不听你的啊。今天晚上啊，我要是不听你的啊，大伙儿全管我叫儿子，是不是？你在别人那可能没有这个面子啊，你在别人那肯定没有这个面子。来呀，出来来。注意锅里把红布拿掉，不用拿啊，不用拿。操你妈也行，来，为了贺的直播牛逼啊，来，为了贺个直播牛逼啊，兄弟们登上榜一，全场都听你的，必须的，没事儿，这我也听他的，老姐啊，我怎么干啊，也达不到直播间所有的老铁们都满意，但是这我也听他的啊，兄弟们来。人不来，感谢啊，杜哥，感谢人不顾哥啊，谢谢大哥，
关上啊，十个了，十个，现在已经十个了。感谢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啊，冻蒙圈，老鸡巴冷了，真的没了解。十个了，11个，感谢杜哥啊，11个家人们，我看我能查到多少老铁们，11个，强光都不出来，老铁们，来，铁们看好啊，看好兄弟们啊，12个，感谢。啊、哦，谢谢。还行，最起码没天上掉粑粑，对吧？这哪还有瓜子呢？这是啥呀？强光不出来，暗光，没毛病吧？来，一镜到底啊！操你妈！哎，铁子们是一镜到底不？兄弟们是一镜到底不？感谢我张先生。还有要说啥的没？看到低头了，应该是地遁了啊，应该是地遁了。来，我看还有说啥的没啊？兄弟们来，这屋啊，全给你看看啊。你不用打哈哈啊！来，这是我的脚啊。我估计没有任何主播能做到的，家人们，欢迎火炮哥。我估计没有任何一个主播做到的，兄弟们。啊，感谢杜哥啊！谁？哎，操你妈！来，兄弟们，来，还有很多人说在我后面，在我旁边，来，都给你照一照，来，啊，操你妈的！挑战全网，老铁们！啊，挑战全网！还有能躲的地方吗？老铁们，还有能躲的地方吗？兄弟们，赫赫确实真实，是不是？啊，就是直播间不咋好，没毛病，铁子。啊，感谢家人们对我的认可，感谢感恩的心啊，谢谢支持。我希望啊，我满足直播间老铁们的心愿和那个那什么了，用强光看的，姐啊，强光我照半天它不出来。还有，我知道你说的啥意思啊，就是呢，就是它出来的时候啊，它出来的时候我用强光去照的，是不是姐？我明白你说的意思啊。听着，操你妈的呀！我操你妈！什么动静？这个怎么解释，老铁们？这个怎么解释？谁点的？谁点的，老铁们？糊了！操你妈的！
没事啊，看他能咋样，老铁们，看他能咋样。我操！谁？我操你妈！这样干根本不如药票，师傅，就这样对，感谢我魏良进，那我得累死。听着啥人叫唤没，老铁们？听着啥人叫唤没？听着啥人叫唤没，老铁们？是不是？操你妈的！操你妈的！走，老铁们，咱上别的房间溜达溜达。我都不信啊，铁人们！我操你妈！操你妈！感谢我小花。我操你妈！操你妈出来了！操你妈出来！出来来！咱先不用管他啊，因为这里面出过很多事儿啊，还有很多的房间，老铁们来，兄弟们啊，咱往那边得走一走，啊，好你妈，什么动静？这个房间肯定是很牛逼啊，但是铁人们，咱先不用搭理他。